先生，他说那大，他说那不行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，这是电光，不是神光。咱们现在讲这三昧的，就是神光。什么样是假？什么样是真？当你没有悟得你的真心性体的时候啊，一切法都是假的呀。当你悟到性体，从你的性体，那才是真的。有假的才自在，真的呀，悟得三昧了更自在。现在假这个是有机器发明，自在了，上网络了，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的灾害。能确道，好的能成就，卖的也成就，用网络联络，造杀盗淫业也用网络造啊，都一样，跟我们现在这个讲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现在讲这个气世间啊，不是有情世间，不是正觉世间，三世间嘛。寡说气世间，气世间，这个气世间为正觉世间利用，神通，正世间神通，完了为有情世间，说享受，像这东方入定，西方出定，西方入正定，东方出定处，我在你身上入定，在我身上出定。四面八方都可以入住出，或以余方入正定，而余方出定处，入是出入遍十方，是名菩萨三昧力。这是讲定的，定自在，定自在。大家知道修定，修定啊。咱们现在几乎是天，几乎是生物缘觉，那个定不同，只能在自己静坐时候入定了，神通就来了；出定了，神通就失掉了。这大菩萨入定、入时、住时、出时，平等平等一样。等你到了一部分，入定了，神通都有了；出定了，神通都没有了。为啥？还有个业报身。为什么在印度那时候阿罗汉灰身泯智，他消灭他的肉体，他神通融在了，有这个肉体藏在。为什么他要入涅槃？你入涅槃了，他神通自在。有这肉体时候他不自在，所以请他观察什么呢？他得入定。菩萨不虚妄，咱们入定的时候能见到。守业老上到美国跟我讲，他在上海，对，下了飞机，他这个五台山那个老道友，他后来看的时候，他跟他说，那某天某日下了飞机时候，哪些人去接你，他在这入定了，他看见他了。他没入定呢，这个功力就没有了。但咱们现在讲这个大菩萨不同的，他在这入定，可在别处出定了。入住处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都能达到无碍。这才叫正定。所以说佛大菩萨他在定中做了一些事儿，而他清清楚楚，而且他做一些事儿的时候都在定中做的。所以在东方入定，西方出定，他把有情世间入定，在无情世间出定，或者在余方，或者在东方，或者在西方。
在哪儿都可以。想入定就入定，想出定就出定，骗于一些时间。我们在石头当中入定了，在水里出来了，在水里入定了，在石头出来了，一切事物都是自在无难。以西方即以东方诸国度，所有如来无量寿，悉现其现普亲近，住于三昧即不动。说为什么升到极乐世界去？早期一早期的时间，十万亿佛陀去送供养去了，完了回来时候呢，再在极乐若世界用早餐，这就入这种定，定中供养。住于三昧即不动，普能亲近十方诸如来，悉现其现普清净，住于三昧即不动。而与西方诸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所皆现，从于三昧起广修无量众供养。今于西方诸国度，所有如来无量处，悉现其前普亲近，住于三昧即不动。皆现从如三昧起广修无量处供养，与东方世界一切诸佛所，他从三昧起来到那儿去供养去了。如是西方诸世界广修无量处供养，十方诸世界菩萨悉入无有余，回现三昧即不动，回现恭敬供养佛。是气世间、有形世间、正觉世间，正觉世间专指大诸佛大菩萨说的，有形世间就是一些众生说的，气世间是一些物质说的，三世间都能得自在，都可以说入定，都可以出定。这处所自在，与诸佛自在，与菩萨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定故，定自在，入定出定，随他作意，随他作意。入定就是出定时候，出定也是入定时候，就是作意之间。这个在《环境讲啊，入定出定是指他理上说的，这入定那出定是事上说的，他理成一切事，一切事都是理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一作意就成了。定呢是自修，入呢是利他，自修时候就是利他，利他时候就是自修，他是定入自在了，是大用无边。这都得建造离体，建造自己的性体。这咱们在起心论上讲，自在无奈的时候，是他回归自己的自相，成就了。这还是说他的刚入门，相似还没证得法身，而证得法身的初地菩萨，那他妙用更大了。这个都一步一步讲，这个讲实信诸位的实住菩萨。实住到实行，实行到实回向。实住时候还好讲，到实回向，大家可以念念《华严经》吧。更深入了，要登地了，登地之前。这想什么呢？想叫讲是你的心性，这完全是讲理，这理成于事。
因为悟得理了，悟得理了，这叫明心见性，而后所起的功用。像末代这个世界，母所说的开悟了，禅禅明心见性了，没有这个妙用。寡是悟得体了，还没有起到修的妙用。这在这个《华经》的十玄门呢，隐显同时具足。隐的时候就入定的时候，显的时候就出定的时候。隐即是显，显即是显，这是菩萨秘密自在德。菩萨有无量的无量的德，咱不说菩萨了，就说我们现前每位道友，你也具足的呀。你定的时候，你在普若寺住的时候，每天的这样照常的吃饭呢、穿衣啊、上殿呢、过堂啊、听课呀、做佛事啊，赶到你一回家去啊，就产生妙用了。不是有时候要回家呀、要回家，回家要渡人呢。你三姑六婆八大姨了，全来了，看看我们这个菩萨回来了，这个问你东，那个问你西，你就现神通了。你给他不是瞎吹啊，你给他说佛法，这边两生死啊，这边解脱呀，这边你不要烦恼啊，这样不要起贪心呐、反正这贪嗔痴都不好的。能在的人嘛，都求个吉祥幸福，你给他讲讲幸福吧。这就叫妙用，这就是用。当你在寺里头就是定，在寺里头当然你显现不出来了，大家都是通修，都是通德，你那套大家都知道，大家也知道你那套，你也说不出来。但是你回你在家去，回另一个众生圈里头，那就不同了，你就是大智慧者了，他就把你当圣人看。但是你到知识分子当中又不同了，那你得阐述理性，又得讲道理，为什么要信佛，信佛有什么好处，什么是佛，先讲清楚。那你必须把佛讲的就是你自己，你现在就是佛，他也就是佛。他当时听得很诧异啊，你假如说你就是佛呀，我很恭敬你啊，可惜你没发挖出来，你把佛的那些个德、道德、本具的道德、性功德，就是我们前头讲的那个《华严经》讲的如来的果德的时候，那你没有，没有，为啥？你迷了，迷了。就像你们家里那个镜子，灰尘太落的太久了，照不见相了，你把它擦干净马上就现了。迷的时候叫隐，落了灰尘叫隐，灰尘擦干净就显，显了就现现了，能现住相。这叫菩萨的秘密隐显具德门。隐时候不显了，具足，他具足显现的一些利润，有利润时候，他三昧就不定了，但是还在这个显的当中。大菩萨他密即是显，显即是密，说西藏所说的密宗，就是你现前一念心，大圆满成就的时候，现前一念心，现前一念心的作用。你这一念心通于过去，通于现在，通于未来，一切眼耳鼻舌身意对待外边三声香味触法，对着境界时候你能够自在受用。
不一样。